欧希文和耿雪是一对夫妻。欧希文来自香港，是一名厨师，耿雪是北京本地人，是一名媒体人。两人已经结婚七年，目前在北京经营着两间港式茶餐厅。一南一北的结合有什么样的故事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。2010年的时候，我在国贸开了一个东南亚的小馆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们有个朋友，朋友的朋友是他的同学，然后刚好他来吃饭啊，然后就出来玩，后来就大家认识了，然后就走在一起了。我们那个媒体正好是报道北京的那些吃喝玩乐，然后所以就是正好也在平时要找一些餐厅嘛，本来是想做一个作业去他餐厅，然后但是就认识了。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就是就对，就普通一个女孩。什么叫普通人？对，就对，就怎么说，就比较怎么说？因为我比较就是怎么说，比较腼腆一点啊，北方话就比较腼腆，就比较有时候害羞，可能尤其是异性的话，就不可能那么主动就出击。其实我之前是接触他之前，我是在香港上过几年学的，然后我也大概了解，就是香港男生那是大概什么样子。我印象里就比较酷酷的那种。在北京办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一个肯定，他毕生很什么，很哦，我知道，很难忘的。一个 video 做一个菜，然后说一些很感性的话，然后就拍了，在店里拍完，就拍到他们都哭了。说实话，这个他们现场的人基本都哇哭了。那时候刚来没多久嘛，那时候普通话还很不好，就很蹩脚的普通话，然后模仿着我的语气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菜，拍到 video 上。我俩喜欢吃的东西真的就是惊人的一致，对，从来没有说在为吃上，比如你爱吃什么，我不爱吃什么，而且现在锻炼的非常爱吃川菜，我也爱吃卤煮，我也吃炒肝。我说不出来，我觉得那个发音真的。你们是从哪儿发音的？C T M C 高啊，超是这个音。叫他第一次上我家，这也不是很正式啊，就是晚上来了。我说哎，你随便来吧，你上我家来玩一玩，我做一做什么之类的。他就给我妈买了什么，就买了一包瓜子儿，就一包，也就一包瓜子儿。我觉得啊。当时我也没跟你说，我想就这么简单吗？他爸爸他妈妈去他爷爷家过新年的时候，也只是买了几个橘子。我觉得这是香港人的习惯吗？香港人一般如果家庭聚会什么，要不然去找个餐厅聚在一起。以前我们过年就是串门呀，什么阿姨啊或者什么舅舅他们都来，然后一堆礼那一堆礼。送完以后没人去，放了坏了，还不如大家吃个饭。您我觉得很重要，尤其在餐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你对客人一定要说您，他有时候对客人也说你，我觉得这样就不太礼貌。就您老是觉得，不会说什么，你们说的很随便。对呀、啊，您啊，我就很费劲就出来一下。在北京的话，它市场真的很大，不管是北京啊，整个中国的市场非常大，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发展的很大的空间。在北京能闯，你能扛得住，能闯而且有创意的话，有想法，我觉
觉得是没有问题，而且生活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。之前开一家比这个小还要小很多，那家的地理位置也不好，然后什么什么也不好，房租也很高，现实地利都不怎么样，就是各方面都很差，但是那家店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点把它养起来了。包括其实我们对这个餐厅也有很多矛盾，什么这个设计上啊，或者菜品的选择上啊，味道啊、味道上啊，定价上啊，我们就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也吵过很多的架。老是说广东话，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挺能干的女人。我不一定是很成功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能走到这样有两个店，生活条件肯定比以前更好了，对吗？我还是觉得还挺佩服她。她确实不太擅长表达，就她平时真的从来不会跟我说这些话。如果想感谢的话，就及时的说出来，这样会更好。其实无论香港内地南方北方，只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，都能携手奋斗出美好的未来。中国的传统佳节七夕到了，小新在这里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拥有幸福生活。